看这孩子干啥呢？你芒果过敏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还上去亲他们去？那我太稀罕他们了，因为我对他们过敏，但是我想出来的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给他们做成芒果酸奶冰淇淋。你看看馋猫啥样，他啥样。其实现在冬天，但是很热。冒痒了。正常好像吃这种鲜芒果它是过敏的，但是吃这个冰淇淋不知道能不能行啊、哦？能行。不能行你以后别吃了。哼，豆心。嗯，准备酸奶。酸奶，我看你像酸奶。是马上过期的酸奶，你过来吧。原味和桃味都来点，之后再准备一些不要钱的豆浆粉。看啥不要钱？你告诉我。我去垃圾桶里捡的。嗯。再准备一个保鲜膜，你好吗？好像偷的，谁家保鲜膜这样吃？再准备一些芒果。芒果，芒果。哎呀，还来开始吧你。可爱的小酸奶，你们快进去吧。你们抬点看看小韩，来给我抬点瞅瞅。哎呦我的妈！眼睛也是，嘴巴也是。你那都不搞笑你啊？我就吃了点酸奶，就没等做完呢，一会儿得吃尾了呢。接着放入豆浆粉、天女散花，搅拌粘稠状。现在使出我的小厨。大家在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下一步，准备一些小碗，上面套上保鲜膜，放入一些芒果，放入我们备用好的酸奶，之后给它包上，然后蒸熟上了。现在包好了，给它搁进冰箱里冷藏一晚上，期待一下明天什么样呢 ？Tomorrow。现在已经过了一晚上了，看看它们都怎么样了。哎呀，冻得杠杠的呀，杠杠的呀。都给他拿出来，整摔了，你干啥呢？现在已经全部包完喽，大家看看，当，看着怎么样，小韩？好想吃，好想吃啊！我要吃，嗯，太好吃了吧？太好吃了，满满的果肉，看着真像冰淇淋呐、啊！芒果的味儿像冰沙一样，之后上面还有一些酸奶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冰手啊，给你拿纸，谁让你贪吃了？像我曼曼这个冰淇淋真的巨好吃，你们也可以在家试一试哦。这些视频就到这了，喜欢的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。我的嘴已经不好使了，我要吃，已经停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对的。